随着电动车为着要发展新的产品，米做面包，一旦公司投资落去，唔闹搅拌器，连行销嘛拢是买专业的。工作人员将调配好米粉含所需，再来放落去搅拌器了后，开关一拍开，米粉就慢慢变成了米团了。这个米的这个推动吼，会尽量会当鼓励这消费者来加食一寡米，所以咱这个吐司的部分吼，咱用加米来做。啊，米这个米部分就是讲。用咱的这个 M50， 就是讲50%的这个米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再淋一寡米粉加咱这个糖啦，吼，啊，这个奶油啦，来个做出咱这个香又可口的这个米面包，哎，米吐司啦，哎。所以电动车推广新的产品相当用心，而且不断修改技术，和产品达到上好品质。加好米团经过发酵了后，开始分拆，而且过来替这米团做米用。咱做每一礼拜吼，只要有一天来做推动，就是讲每礼拜四哦，下晡就出炉啊吼。就是讲，咱以目前来讲，每一天的量差不多也在用超60条，哎，就是讲用做60条的这个吐司，哎，啊，当然以后慢慢增加，包括讲预计啦吼，以后有可能一礼拜做2天的销售咧，嘿。经过美容了，阿米团都爱放一笔铁肉来顶。然后上几笔行销，最后就是等好只面包准备出炉了。拜拜。哦，伊这个米面包的部分就是讲食起来较有扎实感，哦，过来就讲伊咧食的，咱一般人讲食米的是迄种感觉，哦，就是讲食较饱了，对啦，较会饱。过来就是伊的口感上会比一般的米全部米粉做会较好食呢。所以电动车发展面包，主要是看到真侪人食胖。如果介意食胖民众，会当选择食米做面包，唔那健康对在地农业冇真大帮助。目前农会冇开口教人做面包做糕点，将米制作产品扩大来推广。记者李平安，彰报道。